我看你是要吓死我们的！哎呀，红桥哥哥，哎，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什么？搞笑嘞！我也懂你们怎么？跟你开玩笑。 Suppose 要 ，Action！小米来，<笑>什么来了？你看那，你对他不好了。黑田，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帮你的太太讨回一个公道的。公道？ 我有说过要放你家人。Sorry。